好，我是 Daryl， 还在居家隔离的状态。我并没有染病，可是呢，现在就是按照州政府的要求，没事呢或有事都要待在家里。可是我觉得很无聊。那既然我有个后院，我决定今天在这边搭个帐篷野餐或者露营，觉得怎么样？我想试试看。终究我准备好多东西，可是现在都没办法去营地去露营，那我只好在这边来试试看在家露营。这种攀爬的帐篷很容易的安装，我总共只花了9分钟就完成了。这里面非常的宽敞，我现在要把这个折叠式的行军床把它放进去啊，好舒服啊！我在家里面，在家里面露营，好爽，真的很爽。很不起眼的一个，好像小背带，可是事实上它是一张桌子，所以我把它 set 大起来。所以现在我有了桌子啦，桌子啦。然后呢，我有一个台灯，触控的哦，会亮的哦，会亮的哦，而且可以调整角度的。现在桌子设定好了，这个呢，它是太阳能的 ，solar 的，而且它有手电筒功能，也有照明功能。最重要是它是收音机，收音机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要上网怎么办呢？我有这个是 Power Station， 它是小功率的，不过够用了，在这个露营够用了。插上去 USB， 今天天气蛮冷的，所以我要用电池。OK， 然后就电毯是这种普通的插座，所以呢，插上去。打开，盖上去，好暖和哦！这个帐篷两个人是刚刚好，一个人就很宽敞。然后这个网子呢，你挂上去之后。你晚上可以把照明的灯放在这里，非常好用。我在Amazon上面买的，它除了有 radio 功能呢，它也有安全功能，比如你把它调到 alarm， 所以它有安全呼叫的功能。然后呢，它可以用 solar panel 来充电。OK， 这边还有这个手电筒。一样，它这边也有手电筒的功能，我很喜欢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有不同的这个 power resource， 你可以后面放干电池 ，OK。然后我刚刚讲太阳能充电，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功能可以充电，是用手摇的，就是从这边，你又开始摇，当然摇要摇很久。不过如果有万一需要的话，这样也可以充电。那它充电除了手电筒跟收音机外，它本身还是一个 power bank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 USB 的接头。我可以接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power bank， 你只要插上去，这样子打开就可以让你的电脑可以上网。那为什么可以上网呢？因为我就在家里面啊，我接 home wifi 就好了，所以我不必担心这个收讯的问题。
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 hit like， 然后请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谢谢，拜拜。